跟大叔回来的这事儿啊，要是他自个儿点头同意，这就叫。
山菊没有说话，他不是个好人，也不是个好父亲，他恨透了，他没有办法原谅。回去以后，山菊依旧一边教书一边照顾大爷，而大爷大娘的身体也在好转了不少。山菊的男友山。